谁呀？怎么没默契？来，读一下呗。没人说这个默契。大考验，控台随机给出关键词，成员做出动作，不一样的算输，就是默契大考验了。大家有什么不理解的吗？还有疑问的吗？ 你稍微的讲解一下，就是控台呢给出一个词，然后呢就在大屏幕啪一下，比如说，喂，控台把麦闭了，然后呢你们两个，比如说吃饭，然后你们两个就要做出吃饭，然后如果你们两个做的不一样，吃饭应该不会有人做不一样吧，然后就是说不定没有，有的人大口大口，看谁吃，如果是我和你的话，可能就不太一样，是做动态还是静态？ 就是要动态，要动态，然后你可以做出一趟就是一个电影出来，就要看你自己的展示发挥，要保持住自己的镜头感啊。你根本逗我说呢。好，然后就开始吧。好，啊，惩罚介绍一下吧。惩罚就是，沾沾，这个就是这样。戴手上就像这样戴手上。不是，如果要输了就这样戴，别上唱彼岸花啊。你已经有了，已经有了，已经有这个画面了。彼岸花，然后我们先分组来吧，咱们那个什么分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，手心手背，哎，我们有点节奏，你们自动哎。 哎，你和我节一组，你们自动哎。哇哦，那是我们。手心手背脆呀。哎哦，三三，重来了吧。哦，不是三个就划水。手心手背脆。哎呀，哎呀，交给你 battle 我。手心手背脆。来，哎呦，哦，哎，那不正好是？哎，你这还是这个站位吧？ 哎呦，两个人 PK 哦，哎呦，两个人两排这样子吗？是两两一组是吧？哎，对呀，两个人谁算输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就是两个都输是吗？哦，对啊，四个人。哎，不对，四个人。哎，这游戏太难了，一个一个说啊，是这样。 就是分成两组，对吧？啊，两组啊，就是两人谁算赢啊？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分成两组，我跟问问他，那不还是俩人吗？四个人一起做，四个人一起做，不是三个人呢？三个人，哎，不够分，不够分，就一分 PK 这样子，两组是吗？是这个意思？就不这么PK是吗？对，四个四个，对对对对对，四个经历了一圈，最后还是按一排中间分一下的，咱们用黑白，至少黑白猜的这么久，结果只是分，直接这边分了一下。然后来了，然后就开始了，直接开始吧，怎么开始呢？好早啊，这我们俩 battle 呢？ sorry，重伤了吧？这是，离那远一点吧，行吗？我们先试一下，一组一组来，对。哎呀，哪个组啊？要不，孙瑞你带着你们那组先来吧。行，我带着，那我们先玩一下啊。是我们，对，是你们四个 battle， 我们先观战，对，四个四个一起不是很难吗？哎，不。 就得选不一样的人输了，不一样的人输了，就是不一样的淘汰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为咱们这游戏操碎了心呢！我的天哪，都无语了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哎呀，都是一股鄙视的眼光，可以，来吧，表演了，来吧，请出题，人猿泰山，人猿泰山，快一二三，坐，不可以偷看，不可以偷看，不准，不准。 哎，这不是试一下吗？啊，这是不一样，对不对？不对，还有，还有，还有一个，远一点，站远一点。对对对，你们往前一点，不行，不能前后错开，不可以偷看。不给看，我们站在中间，对，你们每个人朝一个方向，没人看不到对面的，你挡得住。对，就看不到的那种。我们每个人监视一个人吧，你这背着，来吧。好好，我接，哎，还有谁没接？好了，来吧。 来吧，开始了，正式开始了。呆若木鸡，不会看，不会看，一二三。
你刚刚做的你再重复一下。好了，云姐输了，云姐终于输了。我们仨是一样的，哦、对，是真的一样的、哦、啊，是要跟他们一样的，对吗？对。云姐挺厉害的。好了，下一组，下一组调对调、啊，就选一个人，就选一个。好、啊，三个人在，三个人在，刚才输一个人呢。你们仿佛玩过好几百遍的游戏。别的，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你现在是监视组了，对对对，你已经输了、啊，你待会儿要带猪鼻子了。不是，我只能剩一个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哎，你们再分开一点，剩两 个，剩两个，剩两个。你往中间一点，来，你站中间，对，好，预备，好，出题，撕纸，撕纸。啊，好了，你们，孙润，孙润，哎，其实我觉得差不多，他们都有兰花，其实差不多。他们都边跺脚边撕纸，原来撕纸是要跺脚的。我不知道、啊，这是我梦里的场景。啊、哦，我就感觉旁边有个洞。确实，我理解你们，因为你们没参与。好，我赢了吧？你输了，因为你跺脚跺得太狠了。行吧，来，两位赢家，小孔啊，好好做。我们好像跳舞，来吧，鹅叫，张毅，只有你一个人买了这个，鹅怎么会有这个东西？鹅没有，只有你学鹅，我们学都是你叫，对。没想到自己栽在了鹅上吧，这就没啥意思了，万万没想到你第一个输了，你也好不到哪儿去、啊、确实。来吧，来吧，金鸡独立，三二一走。哎，塔口，哎哎，都不一样，哎，三个都不一样，塔口没有举臂，塔口没有举臂，塔口最不一样，对，塔口也手没有，脚也不对，塔口还是稍微有点。你这叫个翘二郎腿。对，这也是我本事。这个题目太不独特了。不独特，再来一轮吗？哎，好呀，来吧。哎哎哎哎，要这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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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刘飞呀，刘飞，要这样子。哎，来吧，牺牲小我为大我，来撅这儿。每个人拍一次，看谁拍的不一样。我这我受尽了屈辱，在这个 MC、哎、我们俩不能看他扣怎么拍的。哎，一个一个拍啊，拍好队，一个一个拍，拍完记得叫我们啊。拍马屁，好，下一个，来，想一下啊，来吧，来，别笑了啊，开始你的表演，只有五秒钟时间，拍马屁。哇、wow, 下一个、wow. 下一个，小心啊，马会踹蹄子呢。行了，你输了。哎，他跟 Taco 差、嗯、他差太多了，就这些也算是吗？对对对对 对, 对、啊、这些也算啊，对，跟我算，我感觉到那种力度的感觉有很多的不同。说吧，你说哪个虽然第一个最疼，第二个有那么一丝的疼痛感，那第三个没感觉。那你选一个，用你的屁股来选。他输了。哇，咋的，你喜欢疼呢？你就是你咋选？好吧，行吧，我输了。好，然后一会儿就是输的人就要带猪鼻子啊。好，他们说还有四，还有四个，我听不到多，还有四个完再决出最后两个，是不是？哎呀，意犹未尽的这些人，大家很喜欢这个节目，就是你们俩搞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快快点着，赶紧的，快点着，赶紧的，再决出两个。出题目要出那种比较有代表性的，最快速度，三二一，来出。跪
地求饶，跪地求饶，跪地求饶，跪地求饶。这个他输了，投降。所有人都是手合上的，刘子业，刘子下来输了，下来。五折，五折也不对，人家是求饶，刘子业是跪地，你是投降。这个他这个武哲作弊演绎的多么真诚啊！你这来吧，武哲来，你们三个站好，三个站好，又来了啊！李正，你看好他、嗯、行吗、哦？别看我，不能偷看啊！我都被你解求饶了，不好意思啊，不接受，不能偷看啊！三，预备，三二一，大眼跟小眼儿，这么大。武哲，你只有一只眼睛啊！武哲 ，wink， 你虽然输了，但是你做的最贴切，是吧？对，你做的最正确，所以吧，就我一个人赢了呗，就你输了，没有人理你。他口音非常的大，大眼跟小眼不是没有小眼，在跟口腔炎大眼瞪小眼。那你是大眼还是小眼？他是大眼，我是小眼。哎，所以三个都不一样哎。哎，但是他俩能组成一对儿，那就都是大眼。他做的是大眼，他做的小眼。自个儿跟自个儿一对儿不行吗？你是独立，你大眼小眼都做。行吧，那就算五折输了吧。虽然你做的对的，但是跟他俩没有默契。因为他俩没有默契，就是一种默契。对。你好。好好好，说话啊，结束，结束了，行、啊，结束了，总结，我跟那个 Taco 是两个不需要带猪鼻子的，所以呢，你们谁手上是没有这个猪鼻子的？都有了，那个谁脸大可以带两个，对，我们可以友情奉献，对，好好的吧，那接下来请欣赏我们的彼岸猪，谢谢，彼岸猪，彼岸猪，给你吧。